视频。揭秘六微忙碌的一天。你自然点，自不是你就随便动，随你便。这白眼，这白眼，这个也挺可以的。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？哦哟！哇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哇，拍的好，惊为天人。哇，男老师姿势教学中。来吧，一张照片五十。滚！来吧 ，nice。结束了一天工作后的六微，对主播感觉咋样呀？我回家，我明天上课。对主播怎么样？能不能以后做一个主播？绝对可以当一个。我是主播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主播用餐刷礼物，大家看操作。看什么操作？细操作，我很厉害。你操作的很溜吗？很溜，非常溜。你多溜。嗯。